游戏开始了，感谢刚才有人送飞机没看到啊，感谢一道斩外圈刮的飞机，谢谢。点死你哦，点死你哦，你敢扛着我的伤害补刀？我这两天对于卢香比较有感觉。耶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，哟，他居然还调戏我！感谢陆安的学生送上的大玩心，谢谢。这个人就硬补啊，硬补。算了，他要回家了。耶，你这个就搞得不像话哦。你硬补刀就硬补刀，你补完你就回家，你还要消耗我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。哎，一刀不漏，基本功还是强啊。我靠，红蓝 buff 给他了，这不好吧？兄弟，给我把补完，我走了。哎，我走了。算你狠！感谢阿才家的老师送上的大飞机，谢谢。刚才没看到啊，谢谢。再买一瓶，4-1，很好。这把是劣势局，那这把我来劲了。我一般劣势局啊都很有感觉，优势局我都不太想打，因为不需要我秀，你知道吧，没有秀的空间。感谢鼻屎送的大飞机，谢谢鼻屎。我感觉他有了这个红蓝 buff 之后他有点膨胀，我出来他肯定要打我。但我跟他硬拼他也不一定打得过。好，这一波他的 Q 放了，我掐这个 CD， 撸他，看谁亏嘛，我又不亏的。但也不赚啊，他红蓝 buff 是厉害。再吃个饼干吧。好，他没有红蓝 buff 了，他只要把 Q 放了我就。嚣张你别说啊，他是我骗他大。这个人是真嚣张，他觉得他自己有大，他死不了。崩死你！还不回！好，我把他大逼出来，再把他杀了。你想干嘛？我这塔下你也想抓我？我点燃好了，我要找机会秒他，但是他有大，
我先把他大逼出来，他承受的伤害不多，大招回血也不多，这波是秒他的好时候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个狼人又来了，我算了，来了，他可能要闪我，我有意。哎，兄弟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执着抓我？46刀，压了他5刀，压的不多。这个东西很烦，他主要有个大招不怕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们人头打回来了啊！没关系，4-1变成了5-4。这波我要撸他了，这波我要撸他了。那你吃得消，你吃得消。这个狼人又来了，这狼人又来了，这狼人是真烦。他跳舞，他现在又有大了，他又开始要调皮了。这个人不怕死，我耗你行吗？我也不杀你啊，我耗你。我只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，他狼人来也没事。我保持满血，一不交他杀不了我。你是找的，这波他要扑我。哎，漂亮，盲僧救我。哎呀，还是晚了一步啊，他红 buff 把我黏住了。不过这个盲僧应该能帮我复仇。好，啊，行，推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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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了一点点，这个狼人就一直在中，我好气啊！虽然我不亏，但是他有点针对我。他这波如果没红的话，盲僧能救我。他闪现 W 套在我身上，给个大招把他踢开，我就死不了了。这狼人疯狂在中，搞来搞去还是亏。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执着，我这个中路打得这么谨慎，他还要来，就这种打野是最烦的。搞了半天他们还是输了，然后呢我又秀不起来，对吧？烦不烦？捞的一，我还是先发育一下吧。他要回给他回，他应该回，他真回啊。那我不推他，那我不推他塔，但是这一波啊，我可能要快一点。好，赶快走，免得他狼人又要来抓我。我只要不想杀这个艾克。他狼人是不可能抓到的啊，因为我不交易就没事。你痛不痛嘛？就问你痛不痛嘛？哎，这狼人又来了，搞了他一个点燃，逼他开大，好，哎呦，我操！哎哎哎，好，小兵把他卡死，哈哈哈哈哈。
哎呀，我来了，不怕的，还是有点小怕的，我操，溜了，兄弟，这波没办法，这波有点没办法，这个 EZ 的大招挂到了，骗一个闪现，你一开这个技能我就心里有数了。不要执着于抓我啊！我只能说你会很亏。他的那个嘲讽必须要有个动作啊，所以他一开我就加一，他那个一开肯定要闪我。浪费时间啊！浪费时间，他在中路混肯定是混不了。来，帮忙守波塔。这个狼人单挑比较厉害的。你胆子有多大？你告诉我，你这个胆子是有多大？你这个胆子是有多大？你们胆子是有多大？啊，我医好了，你们胆子是有多大？不亏啊，不亏，让你们在中路混包亏，很舒服。我再吃他一波塔皮，完美，这个药大招收一波，再推一波，两层塔皮，好，走了，发育的很好啊，继续发育，出个西兰刀，捡个 CD， 吃个蓝 buff， 开始吃大鸟，进入我们的刷兵模式。我说真的，这就是我的小孩。到了中期，我们就要发育了啊，中期必须得保证发育，不然后面没输出。你想干嘛？哎，就对了，就打我，就他有大算了，他没大我就闪他了。哟，你把我当瓜皮吗？你是把我当瓜皮吗？啊，我看着他大的位置的，这狼人马上要来了。好，塔收掉，再收一波兵。我们再去吃个蓝 buff， 我怎么觉得这个中野像是双排连体中野？我先吃波 buff 啊，没有蓝了。好，继续发育，我们现在优势巨大，主要是这个狼人抓我抓的太多次了，到还而且还没抓到，导致他们上路需要我的帮助。好，我们吃个红去帮他。上路不见了，上路人呢？我有红 buff， 他应该是死了。好，别急，稍微等一下。哦，死了，嘟。这个怎么说呢？
虽然有一种抢人头的感觉啊，但是可以这么做，因为呢我是一个输出，对吧，他是一个坦克，从理论上来讲的话，这个人头是应该我吃收益比较大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助攻也混不到啊。本意呢是想混个助攻的，谁知道拿了个人头，但我拿不亏就是了啊，我拿也不亏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兄弟，能不能摸他个 buff 呢？哎兄弟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真的帮不了啊，人太多了。好舒服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哎，我盲僧在，你怎么说，你敢上吗？ Q 是你，点点拉开，点点怎么说，我血不多，等我的招马上好，我炸到我的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扫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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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，到点点点点点，这个时候就是我进场的时候了，哎，我的E马上好，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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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这不是卖队友啊，我相信我的队友是能够理解的，因为我是个小脆皮，我必须要风筝。我不能上去吃输出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正面跟他打，我这波没破败，这绝对不是抢人头哦，只有这个队友先上扛住我才能上，不然我上去就被摸死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作为一个 C 位，你上来就死了，那就太闹了呀，对吧？装备这么好，等级这么高，没有输出，那岂不是很闹？破败 Q 点点 W 点点一点点 Q 点点点一点点点点，好，配合的不错，吃波大鸟。OK， 红 buff 有，野区资源全部收掉。好，再推他的下路，哦，反向啊，为了刷我的被动啊，嘿嘿，刷我的圣光银弹，点点点直点点 Q， 好，撤了撤了撤了，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真的要撤了，他们大部队马上来了，5000块，先来一个这个，然后呢，咱们再出他一手黑切，再出他一个水银鞋，啊，这样的话我就40 CD。蓝也够用了，也很肉，伤害爆炸现在。哎，这个 EZ 我能一秒钟之内把他打死，只要给我近身，注意看我的连招啊，E 破败 W 之点点之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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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主要他在跑啊，他不跑的话，他肯定是一秒被我打死了。这个狼人怎么讲？快走！我这波没破败 ，E 他，他们不敢打啊，不敢打 W 之点点 Q 之。W 是点点 W 点点 Q 点点回拉点点 Q 点点
点 E 点点，逼他开大 W 之点点 Q 之点点 E 之点点，我在扛塔扛不住了，最后一下出来吸口血，要随时注意我们的 E 技能啊，因为我们的 E 技能在平 A 的时候呢，它会减少 CD， 所以一直要盯着 E 之点点 Q 之点点 W 之点点 E 之点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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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取消点点 Q 之点点 E 拉开之上去点点之。点之一点点 Q 之点点 W 之点点啊，没错，就是要一手风筝放得好，点点 Q 点点 W 点点 E 又刷新啊，这套连招一定要熟练啊，这样的话你会变得很灵活， W 点点 Q 之点点 W 之点点 E 之点点点拉开点点一点点死不了，一直点点吸血 Q 字点点 W 字点点，再来再刷新 E 啊，点点 Q 字点点点点点点 Q 字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就是回家，一定要把这个技能用好，冷酷追击啊，他的这个平 A 呢，在打到一名敌人的时候呢，会减少一秒啊，英雄的话会是两秒，知道吧？翻倍的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用好，时刻看着你的这个 E 技能啊，我们只要是 E 起手上去。给破败点的话，你短时间内可以打出两个冷酷追击啊，刷新你的力量，这个被动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是我们 CD 要在40的时候就很舒服，在人群当中非常的灵活。大家注意看啊，我这波是怎么一打五的？好。E 破败之点点 W 之点点 Q 之 E 破败点点，哎，好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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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刷新取消 E 之点点 W 之点点 Q 之点点 E 再接点点，不够打啊，不够打，他们都死完了。好，走了。一过来，这个刷新的非常的快啊，蓝也用不掉啊，出了西蓝刀很舒服，一只点点 Q 字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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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啊，哎，没一开是什么情况？哎，我这么一开，他们两个要被我打死了，我靠！我为什么没一开呢？哎呀，我想探他一手被动，探了探了，这被塔下被定住有点伤。这波我不在也要当心啊，好像队友要炸，哎，还是挂了，还行，好了，被团灭，我们再来个无尽，我现在有个夜之风刃好多了，我敢直接冲了，敢直接冷酷追击冲上去打了，第一波不会被控制。
看这个一刷的。来，大龙，我们再去吃个红 buff， 我红蓝都需要啊，我们这个中路红蓝都需要。我现在拿红比这个 VN 强很多，你信我。我的装备非常好，等级非常高。哟，啊，直接打大龙，我打大龙非常快，一只点点 ，Q 只点点 ，W 只点点点，一只点点 ，Q 只点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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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取消点点 ，E 点点 ，Q 点点 ，W 点点，点 E 点点 ，Q 点点点点，啊，瞬间秒龙，很夸张。你想想，这要是英雄的话，他被我打，得打成什么样子？麻蜂窝。好，看到人就能秒啊！不跟他多逼逼，谁手上路谁死。一点点 ，Q 点点 ，W 是点点点点拉开，走了走了。我们去吃大个 buff， 等我的夜之风刃刷新。好，我们去把这个小龙给偷了。队友，我先帮他们把中路推了吧。我在，他们不敢上。好，一只点点破败 ，W 只点点 ，Q 只。点点一只点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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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点之闪现 Q 之点点 W 之杀疯了点点，好撤出来，点点一波结束。哎，队友怎么回去了？我吸口血。一点点 Q 之，哇！最后一波没拿到什么头，但输出打得很足。